孩子们，小朋友小，我今天教大家怎么这个狼牙棒，就是眼前这个大棒啊，呵呵，像玉米一样。来，这样子，跟着我的操作就行。别高点。我觉得弄大点会更好看一点。小伙伴觉得呢？啊，应该吧。来铁棍 OK， 再弄一个就好。那我要搞多少电石棍 OK， 来，再围起来，我再围，这里不用围，只要周围围就好。OK， 这边可以，已经有一点样了。来，这里刮掉，全部刮掉，疯狂的刮。刮什么快 ？OK， 开始。好猛 ！OK， 我填上去。来，我填。OK， 还有这里。OK， 刚。这尖刺是不是有点吓人了？哎呦，哇，好帅哦！这狼牙棒，看。哇哦，不错呀。好，这期的《黑科技教程》小朋友，拜拜。